据网友举报，斗鱼主播 B 总001在直播期间发表了从进化论来看，中国人的进化的确没有日韩进化的好。如果我是日本人，当初我也会侵略中国，因为落后就要挨打等争议言论。相关视频已经在微博上传播。据环球网报道，斗鱼平台13日下午趁以核实违规关闭了其直播间，但称违规细节涉及主播个人隐私，不能透露。 B 总001微博截图，这已是第几个诋毁民族历史、侮辱国人尊严的网络主播。前些天，虎牙平台女主播绿哥在直播中将国歌作为自己所谓的网络音乐会开幕曲，并公然篡改国歌曲谱，以嬉皮笑脸的方式表现国歌内容，遭网友举报后被封号。7月，斗鱼平台最当红的女主播之一陈一八二复出在直播中公然把鸦片战争、南京大屠杀、东三省沦陷等民族惨痛记忆作为调侃的笑料，之后遭到封禁至今。作为一个新型产业，直播在近些年风生水起，捧出了一堆名人，只是基于其外败絮其中的不在少数。这些知名主播背后动辄是百万千万的粉丝团体，不少主播素质堪忧却拥趸者众，这样的强烈对比着实让人细思恐极。接二连三的丑闻说明直播行业仍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而网友们对哗众取宠行为的同仇敌忾，也说明人们的容忍度在降低。直播行业应该已经一叶知秋的敏感认真体察其中的风向转变，颜值直播注定走不远，价值直播才是长久立足的关键。综合 at 环球网 at 江苏网警长安观察夏天监制，王秋华编辑，张丽。